moments later. 故事却不会再聪明一点。调整呼吸，科学家有你同手同脚了，来，左右，再一个，对，下悄悄，上悄悄，下悄悄，上悄悄，跑跑跑，跳，跑跑跑，跳，跑跑跑，五六交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对，右脚踢左手，对，不是同手同脚，对。是树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，为你失去理智，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。今天真的很湿。真的很湿，他妈真的很湿啊！歌曲最嗨的来了 ，Let's go！ 啊！我干嘛救命啊？我觉得，我怎么觉得今天特别累啊？这什么？不要同手同脚，对。不要同手同脚，对，哎，你看他不同手同脚，同手同脚怎么有？哎，右手同手同脚了 ，OK， 同手同脚了。出牌，喂，调整呼吸，左右脚，感觉怎么样？
可以吗？有神游的感觉吧，吃最后一口，可以的。一开始想念耶，客群很多人都说你不行了，你行吗？男生最讨厌人家说他不行了。对，不行。有人说客群好像快不行了，有人说客群跳得不错，有人说客群在滑水，有人说客群眼冒金星累趴了。客群，他说你有一说你腰不行，客群，这我是不能忍受。你有点虚，这我是不能忍受。有人说你腰不行，你快解释一下。而且还有，我刚才看到人说有你很虚。我跟你说，你们说什么都对。假如现在有时光机，我就会回到一天以前。对，是这样吗？很简单，五六荡荡。世界太乱，人心太烂，我要时光机，我要带你回到那个回不到的。未来和过去，世界太乱，人心的。OK， 接下来是高抬腿，高抬腿，每次在音乐节的时候都要高抬腿，来一起来 ，Come on， 而且还可以加速。你确定？好像我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情吧？是真的吗？后面还有两趴。